九渊，你的画意最为精湛，你来断断这幅画，看看这幅画是否是公子奇的真迹。弟子孤陋寡闻，从未见过公子奇的画，但见此画与刚才那幅画确实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哼哼哼哼，好，来，收了我的宝画，且慢。 这公子奇的画不但能观之若生，亦能引人入胜。让我再断断，这画到底是不是真迹？我倒是谁呀？原来是你这个欺师灭祖的杀才！此画乃山中至宝，满辈特来陪上仙一同观赏。好，少仙莫要动着琵琶，它不是你的东西。况且，赏画只需用眼，无需动手。 龙道友，如何呀？怎么样？是否是公子奇的真迹呀？的确是公子奇的真迹。不过，本座奉劝道友，择图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奉命为锦、哺育魂金之人呐。九云呐，你是不是打扰了龙道友赏画的好心情啊？ 胆大妄为，冠人上仙德高望重，受仙界敬仰，却也被不孝小人所害，逃不脱灭迹的命运呢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还跟这儿撒上野了。退下，弟子告退。